运十年的手机市场，华硕现在出现了逆转的情况了。九月份的单月业绩由亏转盈，第四季开始赚钱，全年应该会有800万只的出货水平。2015年如果能够达到内部立下的2000万只的出货高标的话，就会大幅拉近和宏达电的差距，将为华硕带来新一波的转型和获利增添动能。